Hello， 我是美乐。嗨，我是阿丹。我们现在在雪梨的机场，准备要飞皇后镇。我们刚刚收到了阿诺达的一个讯息。对，本来应该是一个开心兴奋的开场，因为这次纽西兰旅行算是我蛮期待的。结果一到机场的时候呢，就收到了一个阿诺达的讯息，然后他就在讯息中说，我们今天的饭店已经都 book 满了，然后叫我们找另外边的饭店住，可是我们已经都付钱了，这样。对，我就想说为什么呢？我们都已经付完钱了，他怎么还可以这样子说呢？他就只有说，哦，很抱歉，我们今天真的满了，这样。然后你们要找其他的住宿，他就说他会退钱给我们，这样。这间呢叫做 Lakeside Backpacker， 而且我们是住今天，他今天才跟我们说满了。那我之前订的时候又没有满，为什么他今天跟我们说满了？那我今天我满了之后呢，我要去哪里找？我要找我一定是更贵的价钱去找能住的地方，没水准。对啊，这样子对吗？这样大家订房，然后已经都 confirm 了，那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订到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看我们现在又要找其他间，然后一定是比较贵的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方式可以确认这种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，因为我们旅行这么多次，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。我们这样要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在旅行中，哎，一个突然你今天晚上的住宿就在今天被取消掉，对，很不负责任的要你今天呢去找你今天晚上要住哪里，就收到他们讯息，然后就很不负责任的态度。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， 就这样。那我们就只能订先订贵的，那我们现在再去麦当劳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开心的去迎接我们纽西兰的旅程。让我来找你们。又美又冷，有没有？有，真的超美的。每个地方都很美，超美，超美，超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哇，你看我们的飞机。超近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本来打算等出去之后再拍来就。结果你一下飞机就被美到，然后刚刚下飞机的时候走这一段超冷。现在只有个位数的温度而已。大家看旁边的人已经开始在拍了。说吧，等一下出去外面又更美。那我们现在出入海关了，然后纽西兰的海关很严格，可是检查行李的非常严格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保护自己国家大自然的一个国家，所以它就会很注重说，哦，你的东西有没有带什么失物啊，会污染他们的环境这样，或者是像我们在脚踏车，他也会问，对，问我们是有去山上骑车啊，或者是只是在市区骑车这样。第一次来纽西兰应该会有一点紧张，他要问什么问题吧？对，我是。你们说怎么会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大概就是准备好说自己有没有带什么吃的，然后自己平常会带的登山用品或者是露营用具，对，有哪一些，就让他们知道就好了。那吃的东西就注意，就是像是其实是饼干啊，也不要有肉类的成分在里面。对，不然就是要跟他说你带了什么饼干这样。我们就直接跟他讲，那他也没有要我们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据实以报。对，英文比较不好，就会有点紧张，不然就不要带食物。就把这几个英文就准备好，就是自己有带什么食物，对，然后有带什么样的登山户外用品。对，不然就不要带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找往市区的车。哇，一出机场就看到很多 mountain bike 在这边。你要往皇后镇市区要搭的就是这个一号公车。前面还可以放脚踏车，天哪，我不敢相信我在公车站呢！你看这公车站怎么会这么美啊？好美，我好像是好冷啊。这间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机场临时订的。对。那这间呢，一个晚上
13000多块钱。对，这间就是在主街的旁边而已，很近，离张汤非常近。好，赶快进去吧。看到电梯好开心哦！电梯啊！它这个楼上有这个可以吃东西的，然后还有喝东西的。这边大家都是这种 outdoor 的感觉。哇，我们算是因祸得福啊！真的，虽然房间小小，该有的都有。嗯，很不错。对，好了，你看，久违的私人卫浴房。对，还有自己的房间，很新。而且你觉得这里的人好和善。那我们店就是一个双人房，然后就是两人床的这样。它下面这里还有增高可以放行李的空间。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私人卫浴。我原本订的呢是在湖边的，虽然这间呢它不在湖边，但是它离市区比较近一点，就是下公车就走来很近。我们等一下如果说要去市区的话，就是用走的，也就是都可以走得到。对。现在已经比较晚了，快要9点了，店都关得差不多了。然后还有开的是那个厉害的汉堡店哦，那个汉堡店开到2点。对。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在它这个downtown这边就很多户外活动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报名参加。对。像是 zip line 那个吊绳索的啊，然后 sky diving 啊，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的店家报名。对。然后或者是 bike rental 也可以。对， bike rental 就在后面，我上次住的那间，就在我们住的旁边。然后 ice 就在那里。就是 information center 里，那你就可以买很多。从这边要去，像是滑雪的话，也是可以在那里买票，或者是参加当地的旅游团，也可以在那边买票。因为那里就是卖汉堡的地方，你看那里现在有一群人。哦，好近哦。超近的。嗯。都不用2分钟就到了。人没有很多啊，去吃。因为现在晚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排。旁边面包店跟冰都超好吃的。哦，我要吃冰。好，走过去。我觉得来到这里真的是跟到了都市那个感觉不一样，真的那个兴奋是发自内心的兴奋。度假村是吗？哎，那你要吃什么？不知道，看一下，应该不用排太久了。才几位就到了。哦，哎，这一间汉堡店怎么样？它就是什么 CNN 排名最好吃的汉堡。哦，然后旁边还有卖面包，对不对？也是他们家。哦，那我们可以买面包明天早上吃。对，很好吃，它面包很好吃，每一个都很好吃。我看到你真的觉得好吃的样子。这边，它这里有很多种的汉堡，像是有双层啊，或者是牛肉不同的部位，或者是绞肉，或者是汉堡排之类的，大家都会点这个 Big L。它这里有写 Double Serving with Plenty 这样子，而且它的细项是，它是用培根啊，我看过还是什么什么的，它的细项会写在这里面。然后它这个就是双层的，然后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的单层的。Thank you very much. 这里就有中文版可以看。它说要等15分钟左右，然后他会叫我的名字。然后早上的时候啊，来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一排椅子全部坐满的人，然后大家都啃着面包，都啃着面包，很幸福的样子。不管是大人、老人或小孩，很有趣。哦，我们要去个面包店逛吗？好啊，关了吗？还没啊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你看看看，幸福的吃着他的汉堡。哦，这个汉堡店真的是我剪你的影片的时候，就是最想来吃的就是这间汉堡。那也要吃什么面包？明显的可颂感，哇，是上面的可颂，这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就是我放假了感觉。你看那里的派看起来就比较好吃，跟我们在英国吃的是不一样。你现在好会说哦，因为我就吃了英国跟这里，就想说，哎，这里是新英国人移民过来的，然后可能这里做的派比英国的好吃。你看那个面包，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。你选两个，这个一个，对吧？早上来的时候，这里的面包全满，很好看。下面也全满。我已经以为它全满。我有个幸福的感觉。嗯。
空着。然后大家今天拿着这个，早上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堆人。早上这个面包店比较早开，然后汉堡店比较晚开，汉堡店十点，然后面包店大概七点就开，就看到这里坐了一排人在这里啃面包，幸福的啃面包。对，然后跟喝咖啡。为什么贼笑啊？那好重，大汉堡，大汉堡，对，哇哦。里面有肉，有培根。你知道我刚刚坐在这边，我就一直期待你走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期待我走过来？期待你带着汉堡走过来。一拿到还是觉得很大，很重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虽然没有吃到肉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的面包就很好吃。怎么吃呢？我们这趟旅程真的是在看你再来一次这里，就是想要再做什么事情，想要再吃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没做的好。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啦，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这整个度假的氛围的加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个汉堡真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哇，那你觉得会被评选为 CNN 第一名，有道理？有吗？我也是评选他第一名的汉堡。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就想来吃这个汉堡。下一个想到现在就是新加坡。去吃冰粥。明天早上再吃冰吧。会不会今天就旅费被我吃光了、啊？很冷很冷的时候吃冰是不是不一样？它这个没有果粒。嗯，我们那天吃的有果粒，那个很好。我知道，看得出来。虽然房间比较小一点，它也有厨房，然后有私人卫浴，还有 rooftop， 我觉得蛮不错的，我蛮推荐大家来住这间的，因为它离主街非常的近，然后它这里的人也都蛮好的。然后后面那边就是缆车，我们其实窗户看出去的 view 就是那个缆车的 view，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小车又再度打气，然后组装起来，然后现在阿丹在旁边打气，旁边就有租 e-bike 啊 mountain bike 的店。Every thought in the way we just get one another is time tested and wholly true. But I'd be damned if I never knew. You're the one. 超美的呀！真的超美的。在这里看到你每一个树，然后每个草，然后每个花，哇，都觉得好美啊！然后每只鸭子，你看走过来，呱呱。对，而且它这里的鸭子不会很凶猛。你看。嗨，在看什么？姜母鸭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这个 One Mile Car Park 这边是个 viewpoint。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 viewpoint。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只要一走到湖边，哎、欸，好美哦，好美哦。本来阿丹说，哎、欸，我们骑车去旁边那个 park， 我说，什么？这全部都是 viewpoint 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好拍啊，每个地方一坐下来吃早餐都是很美的地方啊。哇，你看我们现在春天来，山头上还是有雪，雪山有一些雪。我那时候冬天就是整片白这样子，超美的。那、他到底在期待什么？他没有要干嘛，他就是在那里。他在期待着东西，期待他变僵。没有。没有我们现在就在我们昨天买的这个面包，然后还有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汉堡店买的咖啡。对，就同一家，其实就是同一家。哇，那个雪山山头好美哦。而且我们刚才这样骑过来，那个树啊，树上面都开花了，超漂亮。我一年四季都很美。嗯，每次每次来四季都很美。哦，这个它饮料也是最贵的，好好吃哦。
然后那在 Queenstown 这边市区啊，它有一个新开的 mall， 就在麦当劳对面，它去年还没有开的。然后它这里有很多的精品，它叫做 O'Connell's 这一间 mall， 它就在麦当劳的对面，看起来里面蛮大的，我等一下进去逛一下。那我现在进来它这个新开的 mall 里面逛逛，然后它这里面有各大品牌都有，超高级的，各大化妆品、保养品的品牌，像是这些。所以在 Queenstown 这里耶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咯。然后看到这里，银联卡可以用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？看这些梦应该是为了很多的中国人开的吧？中国人的消费力真的是太惊人了。新的梦连厕所都很高级，然后它还有这个可以搭轮椅下去的。那我们这次租的是 Juicy 这个，然后也是一台小车，因为我们两个人而已。然后你看我们的车装的超满，两个大行李箱，然后两台小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买 road trip 必备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来到它这个 Countdown 超市，也是它在纽西兰这里很多间连锁店的大超市。它如果有加入 member， 有一些东西会比较便宜。最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里逛逛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在超市买了一些 Rotin 你要的零食，还有这个 chips， 买了这个饼干，然后这个饼干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好吃的饼干，因为在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布丁太比较有名。这个就是葡萄，种葡萄的。前面的山多近啊！